五百块鲈鱼啊，那个呢？我老公大哥呀。你去，你去，你去。哎，你会抽我嘞？这个没重要没事，来我爸来，姐妹都鲈鱼，来我看看。啊，黄瑞峰吗？来我爸过来，姐妹都。卖鲈鱼。我们准备吃鲈鱼，我哩好，你马上抓来。谢谢大哥。华丽的，真正天气烧鸡啊。交给他。不送。要吃鱼啊，就讲，哎，我绝对了，你们。你把你喜欢的东西写下来，打电话跟伴娘联络或者卖给他都可以。五百块，有没有吃干贝的？挂掉了，挂掉了，一条要半公斤，两条一公斤，卖五百，五百块来，两个人就下了，唔免一千，唔免八百、五百，两条开四百，来三百，一公斤三百块，乱卖了。瑞丰和他就 OK 了，一条。你三百了，都有人干爹，三百红，还要求我一公斤每天三百都会上收啊，不过你十九。谢谢，来吧。来，三百多来，无大钱，但是都有钱哈。还好啦，没有很多次啦，来两百块给我啦。200我要了钱嘞，你能卡紧嘞？来三点，来四点，两百就买袂到啦，来五条，来六条，你要跟无？来七条。好，全部这物件哦。地两百块，两百块，来两百块，够钱都无遐俗啊！来四地，来五地、六地、来七地、来八地，你来两百，最后剩三百块的人，来三百多两百块了，两百块拢装不了，来钱我紧，来三百多两百块了，后边拢袂客呀，来后边做拢无啊，以后阿姐后边拢袂客啦，来，倒来倒来，可以赚一块钱，不是少啊，你要拢袂客无？后尾剩你两地啊，客互你啊，送几条啊？八点两百都无蛮少啊，别走好啊，哥。来，八点两百一道，第二五块你起来卖我好啊。明显明显。来，明显卖五百块来，三个客人而已，干嘛要快？来一个给我。不用煮了，你妈拢起价啊，这里看五百块，恁欢喜。来，明显弄过来啦。还是四个要这样。四个。四个。来，明显五百块，没有很多哦，干嘛要快哦？来三箱。四个。餐厅。你等于你唔免比餐厅，等于我家里边用落啊个咖啡，冰泉你也可以出，切切落，切冰切切落，沙拉个冷起哩，安尼好只。是个呀。好啦，好，要甲你讲几摆啊？来四只，免八百、七百、六百，来五百好咯。来五百。我教你啦。有完成。咱教你啦。来几只？一礼拜啦，来五百好啦，七只你啦。来五百块冰卷，来最后一位了。来五百块来冰卷，五百块，还有人要吃冰卷的吗？五百，五百，五百都没了哈。冰卷，来谢谢。牛肉卤有吗？有。来，赶快，啊你们要吃什么？赶快讲。牛肉卤。牛肉卤来，那再开五百、七百来，三百好啊。三百块来冰卷，没事，牛肉卤。红牙。来三百，牛肉卤多少钱？牛肉卤，牛肉卤，牛肉卤，来三百块啦，三百块呀，我一条送，来三百了，牛肉卤，三百块，不是五百哦，单包三百块而已，赶快，来五百卤三百，做两包面了吧，超好吃的牛肉卤，等一下加几面炖五百面，小伙子，来三百块，通通买下了吗？好，来你们喜欢吃什么？赶快讲，啊我赶快卖。来鲍鱼买五百，鲍鱼买四百，哎，全部买贵的物件来买啦吼，一直在买在重复。意大利面啊，披萨，你把拿起来吗？披萨，披萨，好啦，买披萨好啦。这边就是来两个客人而已啦，要吃两百块了。披萨买两百了，真正好吃。来两百过来，两个人包你哦。三条、四条哩，五条哩，六条哩，来两百块。我特别去买了暖暖包塞，塞在口袋里。这个可以的，来两百块，两百块，来三哥来，谢谢，选一块哦，选一块，赶紧来哦。来披萨两百块，今麦拢起价，无可能安尼卖你啦，卖较紧的披萨，披萨包用一用就好了。来两百块来，最后一个人的披萨，两百块拢装不了，披萨，披萨，两百块，来谢谢。来海瓜子肉来，肯定有了。多少钱？这边了。来海瓜子肉三百块来，我买了。我把卡背交啦，还是你要卡？绿色的，绿色的。你要卡不？你要卡我来，谁要你？
我等下炒肉饭你追，来两包呗，五包，两包呗，七包，三包呗，三百包，三包呗，来三包包，很多东西都可以煮汤啊。绿色的，来三包包，绿色的，包装是绿色的，还是它的本身是绿色的，还是它的爸爸妈妈是绿色的？一小盒，一小盒、啊、海菜啊，不是啦，翡翠吗？翡翠没有了、啊。翡翠带两万，峰哥，来，你煮了皮，你搞个烤花翡翠酱。对，马上过去。好了，嘿嘿，下次我再叫货。哎呀，要下次了。好。冷的要命。来三百六。来三百块。几包啊？几包全部最大包啊？刚刚五分钟打上边的海龟鸡，哎吧。哎，我卡哪里？八十几元，要五百六啊？来三百，最后钱，八十六，三百块。哦，哇，海龟鸡吧，终于被卖掉了。卖第四摆卖四分啊，卖第五摆就卖完了。哎，先炒一下。来，锅浪薯条来，超好吃。你还有？之前买的。之前买的。别的。哦，吓死我了！之前买的都是一个月应该吃完的了。啊，热狗呢？热狗呢？两包两斤重，刚才没有买到的来两百块的。这瓜瓜也是多加，多利。这多加这比金娜还强，这是地瓜薯条，不能赞的。打包你，两包好了。阿彪好啊你，来去帮我请你，来你准备备等，来两包好了。最后一位了，地瓜薯条四斤单，你两包好了，大哥要吗？要啊。我白话阿哥啊，地瓜薯条吧，阿贵还跟你老。有啊。阿贵啊老。好来，谢谢，来大哥你讲。来，你有加什么鱼啊？搞放放鱼啊，绝对无要留着。来，普丰热狗谁要吃？来，三百块来。独得，都给你了。这是普丰的热狗，超好，超好吃的哦。来，唐阳鳕鱼块来。无啊啦，春节休了啦，变苗栗了啦。最后一箱了，今天卖了好多箱，下礼拜不一定有了。因为你要在四月一号前把它吃完哦，四月一号啊，这些青兄哈，红标安哦，我别别别，因为这隐藏啊，这够十箱啊，里面还有十箱啊，啊，但是哈、哦，这个没有生产的，这个现在来卖的话哈、哦，一包就要两百多块了，一包都要两百块，鳕鱼块，红烧。哦，跟这里楼价七炸锅都会在，两包卖七八，这一包块的话哦，这三包是卖五百块啦。有要吃的，今仔去要吃开，要开五百，要开七八，这样给两包等于七，等于七，等于七炸锅来三百块，三百块来唐阳鳕鱼块，来三包。好啦哈，来几只啦？四月一号才吃完啦，来三百块来。我了钱卖你冇紧，但是吼，你让你欢喜就对了，来三百。三百烤鸭两包四百的物件，别三百块不能没有。唐阳鳕一块，来三百块，三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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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唔知道大咧热身呢，即马看看，等你看完就已经赢了，赚几万啊你！哎，鳕一块没有人要吃啊、哦？对啊，我每个月收好未啊？我赚摊啊了，无赚你亏啊。这两三是无啦，六个人计到，这两包你摕走，你先给恁钱，来两百块，两百块。唐阳鳕一块，两百块。所以你要自己问他们哦，我们就自己问好，不要看你赔多少。唐阳鳕一块，哎、欸，是好东西哎、欸，这几包的两百，等于我买一包送一包，两百块。唐阳鳕一块，做两面价吧。箱子好吗？两百块。拢准备啊！我问你，我这条物件安尼好白话的。阿爸，我们谢谢。来，唐阳鳕一块都买到了吗？小姐，你要鳕一块吗？两百而已，有没有要唐阳鳕一块的？来，最后五个客人了，唐阳鳕一块，来两百块，拢有啊？拢准备了吗？唐阳的鳕鱼块超好吃，我押韵看。无，那菜。看卡要考卡要忘记啊，都押韵。来，多特五百块来，新小姐妹来，土托鱼五百块来。真的吗？多特五百不准吗？我等到中奖奖不奖爆光了，对吧？为什么佳慧你现在就出现了？哎，你老公会冲过来搞我签名啊？啊，谁公什么小朋友？哎，还有什么鸡？需要帮你看一下吗？有什么牌都拿上来了，来托特五百块。哎，有人要争托特不？来这里一个、两个、三、四个了呢，五个给你好不好？五个，五个，五个。
鸡块好吧，红龙鸡块，来头车五百块来，五百块，好咯，五千五百零，这啊，你做卫生的啊，我看下先，用的使借，我去私下借嘞。哎呀，你那个客家下不是手啦，你下手冲啊位嘞，看我冲伊。鸡腿哥，你好嘞，要鸡块哈，他要鸡块来，来五百块来，不用了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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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两包，你开五百，来三包了。红龙鸡块来三百块，真的好吃，来三包红。红龙大鸡块有没有吃的？两包五百吗？三百块，今天喝起来红龙鸡块三包，三包三包龙王两包哦，不是一包哦。来加加加，三百不是五百哦。来红龙鸡块来三包红，龙王啊龙王去，来红龙鸡块三包红，没有买到的举手，剩下这边而已。来三包红龙鸡块。都有上门费的，有黄金鱼蛋，都拿到了哈、哦，红龙鸡块都买到了哈、哦，好，谢谢你们。来黄金鱼蛋，黄金鱼蛋会包贝贝，刚刚上掉没有？小姐吗？会不会太多？来五百，有一点点就是可以了哈、哦。哇，你讲买啊，他端大家拢叫我买几包诶，但是买几包贝贝拢有分，因为真美味。这个真的好吃，来一人一份，来两百给我就好了。黄金鱼蛋，请你过去包。来，黄金鱼蛋两百块，冷巴好。我刚才讲话，今日一吹，来黄金鱼蛋两百块，来冷巴咯。有了吗？有没有人拿钱？黄金鱼蛋，金价抛，金价落价，这猪会割猪头，冷巴好，弄完吗？黄金鱼蛋两百块。哎，我做顾客没听啊你。来，我让给四个人给都，来冷巴好嘞。来，我今日不容易看啊。这个真的好吃，有吗？他煮火锅，没有啊，都差不多这样子。不安逸，冷包嘛，对，东南妹也安逸，这样子很久。不啊好，不啊，你傻妹妹都来冷包过来，黄金鱼蛋超好吃的，来冷包过来。礼拜六，那你也是礼拜六遇到的，来给你三个妹妹都来冷包，黄金鱼蛋还有人喜欢吃的，煮汤煮火锅，来冷包锅，留一份给我，买到了，来冷包肉，来我这个，六姐六姐姐，黄金鱼蛋。来，第二节冷巴，黄金鱼蛋两百块。来，冷巴。东，买到了吗？东，那个 ，Hello， 贝贝贝，请贝贝，一百块，拿来。再摇头，再摇头，我最讨厌人家，我问不问都会摇头的。我突然就是安尼啊，摇，把我招伊搞摇头，我就该切啊。还没还没开始就切了对啊。一百，这个时阵够有这个物件啊，你真正好奇啊你。你搞咩话台队啊？来，大个盘起来，我收到未半下是要下班那样，不拿个盘啊你。来，龙虎十班的刺台，来看一下。这北京的所在就是吧？哦，你注意看。哦，啊，其他就是它的刺、鱼刺跟骨头，骨头很大只。白白的地方肉比较多、哦。来，我会进来了，包了点大鱼。现在十班会看，会看，今天都会。这个来这安尼加工都如鬼，我早上醒来出门的时候，我会讲龙虎斑翅膀怎么煮呢？你们去煮姜丝、煮味噌、哦、红烧、哦、干煎都好吃。不像啊，因为这营养分足管的，而且本讲那边有翻着不像啊，来三包，爱买三粒，一次三粒分出去啊，一包鲍鱼，安尼分出去啊，我会讲五百块来，五百块来，你敢吃我就敢送，快点来龙虎吃斑。的翅牌，来五百块，多少钱金钱哈？一个给我。来，你把这照诶，好诶，落足大哦，你好船冻袂了。冻，用好酒办的翅牌，来五百块了。对，姐姐。你今晚是还是要叫我骗了你啊？半年老实。我爱心以上看病啊。出船。来五百块。刚好人银钱上啊，小姐啊，五百块，一专刚买来搞买物件，就感谢你。这个真的好吃，而且新鲜，大家都看得出来。来五包，一五包六百块，来五百块，回家给你，来五包。
我是遐落雨啊，无我无想要安尼卖料钱的。不是一千哦，来五百块来。你来这啊，你困的呀？啊？安尼会寒着呢？啊，你真上课的啦。我嘛唔使，无爱算啊，来五百咯。规二十盘拢平着了，你啊？看你啊喂！冰下去啦吼。可以啊吼。你是做顾客的命呀，上面应该可以的。来，龙五十班的翅膀，我帮你顺光回转。会包啊，各位，一千块买不到了，来我包，我包好了。有包了。我让给你，一千块买不起款，来我包好来。阿德的科鲁啊，还有吗？科鲁啊，科鲁啊。好啦。啊，注意。那你上完了啦？未卡紧的，规期结到十包了。来，我八空，五百块来，龙五十班的翅膀。我八空，最后三位了，有没有要吃？赶快，来，我八空了。我真正是被我们挂靠位，后人安尼卖哦。来，我八空了，刚刚有了吗？再卖一位客人。开到那边去。这边完了，我八空。再来一位好不好？我八，要开车干嘛？你都还没有买到一半的东西，那是干嘛？太少太少了，这阿你不要讲几个位。来，我八个人没讲龙五翅膀，来，那龙翅膀在哪里？下次没有这样卖了，各位。翅膀。要跟上。来，我八个。鱼翅膀啦。多半二，四个客人买就好了，没没完的，不爱排队啊。一包不到五十块，我不知道你们在等什么。真的不到五十块了。卖公欠人刚才呀，刚才要送一个真空袋就卖好啊。好，送一个真空袋，一包五百五十块就送没有啊。来，我发疯，最后两个客人而已，没有了。龙五十班的鱼翅排，我发疯，猪头金酱好酱，金酱赞的，来五百，最后两块不要了哈。那我收起来了哦，谢谢大家。来，不要紧啊，不要紧啊。小坑啊，来，要吃小卷的来，套出，卖开一千，卖开八，把小坑啊弄好我来。小卷啊，一人一份，来五百块啊，恁小坑啊五百块来，今天预备变好钱。那五百。有水无？意大利面。来五百，恁红酱。来小坑啊五百块来。五百块来，小坑啊五百。没有，现在只有一种酱。就酱。就是红酱。来小坑啊五百。拢讲完吼，做到我阿弟，伊要拢我来无？我一摆看饼来完未？来，有要食小卷啊？免举手啊！直接等钱我，我要饼完啊！小卷五百块来，小卷我料济啊，我小卷我只料足济，你们食较紧用钱来，五百块小掏钱买啊！小卷五百块，有没有要吃小卷的？再问一次，五百克卤哦。就跟我告诉你，哎，我玩的进来看啊，我玩啊。要跟他过来。来，星球姐站起，来大炮。走啊，我小哥们啊。后面还有。够不？够不？够，可以上我玩去。来，我包你。小卷五百块。来，我包。要不需要再七八样呢？五斤啊呢，不是三斤啊呢？来，我包好。够，那要吃小哥不？我包。我爸，结束了哦。嗯，对。旁边还有一点。来，就超简单，请进。我爸喽。要喜欢这修哥啊，每天拿那个的科鲁。一个。坏掉。啊，人客啊，要买金买哦，后山无只修的修哥啊，让你买哦。来哦。你搞吧，啊，这是三根啊，你割吧，就背后金嘛。小姐跟你们的物价都差不多。来，我包了。五百块。不买来哦。好，买来，让你爽啊！上高旁边啊，小哥啊，乖，感谢你。这小哥啊，无大位啦，但是真正都水，肉真正都高，无可能安尼卖你。来，我包好，要料的，真真爽。好香，真的真香，你们都不高。我收台了，无安尼卖啊。哦，我收起来就没有这样买了。来，我爸放来。来，我爸。加我吧。五百块。我怎么在那单上啊？
不可能在那边领啊！那是长条件歹天啦，或者小可爱身材足好个啦。不可能像今仔去吃落去个。大小可爱500块，讲话咧，小姐也要搞大队咧，500块也要买咧。这个就切开啦，里面的东西拿出来就好了。对呀、啊，然后来500块，你这个边切刀片，刀子要。好啦，加两。有要就福气，无要就歹生气。来500块，只买剩落500块，等下你讲面。来小哥500块，拢装完了吼。小哥500块，装到咩啊？加好了，一个咩啊？哇，恁有够厉害啊！500块啊，搁咧烤炉啦，半年啊，我只买剩落50块的小哥啊，烧火呢。过来老妈。大你都我拍过，来这边都来挑了野龙啊！无啊，一世人还是都要上几百块恁的，因为小刚太贵的，才800块你买无啊？对啊，十百来500块来，500块。高雄，我卖你们太便宜了，谢谢。不是我收钱哦，来500块，谢谢。才贵不了哪？来不及，来不及，丢500块。小哥是你弄着的呀，我跟他叫。小哥是你整起的。来，大哥来，谢谢。来500块弄完哦，小姐500都买到了哈、哦。好，谢谢你们。十几只哦。十几只啊，十几只，外国人多。来，小姐500都有了哦，这个真的很甜哦。来，小哥现在做甜的哦，我今天邀请了一半人哦。真的。你去钱啊！到底了钱啊？一斤你卖搞几三？我卖几三八？但是消费我爸。不接。我笑讲安尼卖，我后日可能皮包骨我会收。对。我阿妈袂食。哦，要食阿妈蛋话，我煮的。嗯。那么冰啊，要冰个啥钱？大家我教我教。来，要食地大春节两无啊？要食吃啊？要求500。来400，来300块我呢，地大中宽。来300，蛤蟆好，我甲画画哈。来地大，到后尾先。好啦，春节呢，我了了，清楚做。几人聚会来？三百咯。300块。好啊，三个人去了。对前对行，300块。天气冷啊！恁无可能夹抓来，拢等着天气冷啊！你要考虑哦，两个而已哦，来300块来。来起来。加十几袋哦。我嘛唔知咩啦，甲你讲啊。300块买，你来白大最后钱。无啊，后庄嘛无遐俗的白大，通互你买啊。来300块最后一位，白大。白大买了哦，来蛤蟆要吃，搞贡献哈。来炒三片起来。哦。这样在最前线，搁等来啊，对吗？来哦，要吃蛤蟆来，蛤蟆唔免开1000，开800，来要吃蛤蟆开500、400的，来要吃蛤蟆200块，我今时咧卖蛤蟆，我只有我只咧卖蛤蟆，蛤蟆多少钱？不要，我卖蛤蟆，我只蛤蟆好了不啦？我讲只熟食卖50，有要吃蛤蟆，搁等钱啊，免50、40。